小伙伴们，欢迎收看本周的板娘 Q&A。 一个无语的人，这位粉丝说，板娘啊，如果有个帅哥跟你搭讪，你会怎么办呢？很简单啊，先问问他，哎，你有没有关注板娘小薇啊？没有啊，关注一下啊。这位叫做无懈爱鸡哥的粉丝说，我女朋友爱上鸡哥了怎么办？我看不是你女朋友爱上鸡哥，是你也爱上鸡哥了吧，超出真理啊，是不是？那正好啊，你跟你女朋友有共同的爱好了，以后晚上可以手拉手一起看鸡哥直播呀。如果你真的有所芥蒂的话，那你就去找他呀，对吧？你可以让你女朋友来看我的视频，让她喜欢我呀。当然你也得把你的名字改一改，对不对？这位叫做幼稚园蓝白的说，板娘，我希望剧里有鸡哥，然后真的出现了。哎，如果鸡哥也玩的话，能不能也让他出现在剧中啊？这问题你问对人了，我小薇是谁啊？我是宠粉狂魔啊，对吧？从来不会辜负任何一个粉丝提出的任何一个非礼的要求，对不对？既然鸡哥已经出现过了，对吧？想要鸡哥，那我就去想办法啊，去把他拖进来，好不好？这位叫做酒吧片好汉的说，板娘，我喜欢上一个女生，而且她同桌表白过她，我该怎么办？哎，其实我想问一下啊，我说她同桌表白过她，那她是什么反应？另外的话，我不知道你们看我之前的视频啊，班长说过一句话，叫做，我一个人喜欢他是好事情啊，就算他也喜欢这个人，那就是天大的好事情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你的敌人就只有一个了，不然的话你的敌人就是全世界啊。言归正传，我觉得如果你喜欢他的话，就大胆的向他表白啊，不要等到机会白白溜走了之后再捉摸摸，对不对？加油，祝你表白成功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周板娘 Q&A 的所有内容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好了，大家拜拜，下周再见。